咱来听故事。哎呦，就叫你睡之前唔好看迄惊人的故事册，你都唔听。嗯。好啦，电话切掉啊。电话拍开。喂，哪会阁甲电话拍开？房间暗暗，我会做噩梦。袂啦，啊，就甲平常时啊同款啊，暗暗嘛袂安怎啊，哈？电话切掉啊。电话拍开。切掉。拍开。切掉。拍开。切掉。拍开。哎呀。敢有啥物恐怖的怪兽，秘伫在鬼仔内底？啊，是有啥物奇怪物件，秘伫在沙堆啊顶悬？明成哥，明成，袂使阁想啊啦！但是这个时阵哦，妮妮伫边啊就好啊，伊上勇敢嘛。这是倒位啊？是啥？是谁啦？是什么人？哇哈！你把我惊死！你是在创啥货啦？我在跟欧露露耍啊。欧露露，你看，吹到你呀！啊鬼啊！伊不是鬼啦，伊是欧露露。欧露露敢那会出现伫暗暗的所在哦。你是大吉哦，大吉！欧露露你好，你其实看起来足够水呢。哦，欧露露，阁会晓变魔法咯？我足牛哦！你看，满天的星。欧露露足厉害呢！变作轻啊！哦，足水耶！我带恁去佚佗。哈！哦，这欧露露竟然变作魔毯，带咱四界佚佗。哇，足快呢！足好耍的。哇！咱要为轻下脚穿过去啊！阿露露，阿露露，阿露露，大姐啊，我也是替你把电话拍开好啦，无你才惊暗。唔免啦，等下我家己关就好啊。阿母暗暗。哎，哪会熊熊变这勇敢？唔惊暗啊？唔惊啦。啊，唔免开电话啊。唔免开啦，那无这欧露露袂走出来佚佗。欧露露？嗯，伊哦，哎，飞来飞去，佫会带出去四界乱乱耍。阿母暗暗。飞来飞去，死死。